这个图档是用来显示一个对称点的图，在图中呢，这个红色的点我们可以拉动它，对，那么这时候呢，它对面有一个比较淡的点，就是它的对称点。好，这个红色点呢，不管你拉到哪里，它总是会有一个相对应的对称点，就在它的正对面一样远的地方。那我们在底下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这条对称轴。 的方程式，那么这个方程式的它的a、b、c 的系数是可以改的啊，比方说你可以去拉动这地方啊，这个地方 a 的斜率，a 的系数呢，当然它会改变斜率的部分。OK， 好，那么b 这个部分呢，你也可以去做任意改动啊，c 是常数项。OK， 好，所以 a、b、c 这三个系数都可以做更改的。 那这个图档呢，在让我们在计算对称点的时候，或者讲解对称点的这个观念的时候，是非常方便的。